哎，我是嘟嘟，最近网上好像红的榴莲窝了，我也来浅浅开个榴莲盲盒，给小家同学做下午茶。有模有样的折一折饼皮，当当当出场，刷上单页，颜色超好看，撒上芝麻，接下来就期待它的变身时刻。榴莲的香味超诱人，我的口水都要掉出来了，偷偷吃掉一个应该没人发现吧。 再来一个肉食动物最爱鸡腿，大半个脸大的鸡腿看着就很过瘾，放进烤箱，呼呼到起飞，这颜色也太绝了，看上去满满的汁水，配上一点生乳果解解腻，再来一个炸蟹柳棒，蟹柳棒裹上鸡蛋面糊，一口一个，好吃的停不下来，夏日解暑凉粉必定备上。 粉嘟嘟的环球Q弹，颜色超级少女心，再来点七彩小料，吃了之后心情就像彩虹一样。搞定，做好就开始打包咯。哇，还挺重的，里面装的肯定是满满的快乐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